哇，这个炸薯条，啊，要么炸这个薯条很好吃，我那一天炸了，不然人吃了一碟。然后有的人之前问我这个会不会融啊？这个是耐高温200度的，这个夹子 ，Philippine style。Yeah, yeah, yeah. Children's like it like this, so I try to the children to Lin-Lin and Brian if they can like. Yeah, Philippine 很喜欢吃炸的。Yeah, this is a snack. We always use a snack. 他在弄这个番茄、土豆、洋葱，等一下煲鱼汤。然后呢，我买了一些这个啥，这个马蹄，让它削一下皮，包一个马蹄的鸡蛋糖水。This all yeah,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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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买了一些腐竹，就加腐竹跟鸡蛋，加一些黄糖，哇，很好喝。哇，弟弟起床了，艾薇。啊，弟弟每天都拿着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朱古力跟饼干啊，他最喜欢的。吓亲佢啦！喂，你搞咩啊你？还是喜欢弟弟的，但是弟弟很快就比他大只了。我努力。那我刚刚买了两袋的。马蹄其实切出来是这么多，这个马蹄呢不能切太碎，太碎的话煮出来的糖水没有口感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们想在家里面快速的做一个糖水，广东糖水，我现在就示范给大家看哦。等一下，朋友带两个女儿过来吃饭哦，其实还没到点吃饭的，我先做一下糖水。这个糖水大概15分钟就做好了，15分钟。这个鸡蛋要先打烂些，喜欢多鸡蛋的可以多打，我就打了3个。然后这个腐竹呢，这个腐竹我为什么选这种皮呀？这种是片一片一片的，如果选一只一只那种。比如说我们要敷住砸过那种一只一只的，它会特别硬的，不好煮开。这种适合煮糖水，那种呢可能比较适合做火锅。哦，我刚刚放了两片这个糖下去，其实还没开的这个水，因为这个糖水真的很简单的，我先把这个马蹄倒进去哦。这个马蹄也不用煮特别的久哦。这个马蹄粉我随意倒了一点，没有倒很多，然后兑一下水先，兑一下水，就不用弄太多，弄太多很稠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太多，大概差不多了，够了。然后这个糖水的水也开啦，是吧？喜欢大片的可以放大片，因为它煮着也会烂的。我喜欢多这个，我喜欢多一点，加多一点。Oh, you go with him, go to him. Ah, do that, yeah.No, to play. Okay. 啊，我加的蛮多的这个腐竹，我把这个鸡蛋倒进去。再搅一下，不要搅得太快了，这个鸡蛋，不然它烂得很离谱的哦。这个马蹄姜不要下太多，不然稠过头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糖水做好了，一会我朋友女儿来到就可以喝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超级简单哦。